控制的事情，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好。如果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呢，我们就怎么样？不去管它。对，不用管它。我画的画丑。哦，他说你画的画丑，然后你感觉他这样子评价很不友好是吗？那你看一下，是这幅吗？老师发在群里了。妈妈和老师都觉得这幅画画的特别好呀。然后他又在那哭了。嗯，妈妈问你几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喜欢吃菠菜吗？喜欢。那你觉得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吃菠菜吗？不是。有没有人不喜欢吃菠菜？有。对，你看菠菜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它没变，但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，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对同一件东西不同的感受，是吗？嗯。妈妈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能控制你切这个菠菜的形状吗？嗯。那么你能控制这个菠菜在地里面能长多大吗？不能。对，你能控制别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吗？不能。对了，所以你也不能控制别人喜不喜欢你画的画。所以如果我们能控制的事情，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好。如果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呢，我们就怎么样？不去管它。对，不用管它。